叶竹轩。叶竹轩这一棒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左外手追了过去，哇，射出了！哦吼！叶竹轩敲出了今年球季的第五支的全垒打 ，home run！ 哇，这一棒呢，让两队的差距呢缩小到只有一分。哇，隐藏在第七棒的长打者叶竹轩塞利安是。今年球季的第五轰，叶竹轩曾经在6月16号到6月29号的时候，当时呢在密集的七场比赛当中敲出过四发的全垒打，对，然后停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在今天7月14号。在两处局垒上没有跑者的情况下呢，从高健三手中夯出了一支阳春炮。现在的状况真好，打击好，守备也都好，厉害。再来看这个球，这个球被他给完全掌握住了，很有打击，很有 power， 所以击球点掌握好，你看飞行的距离就够了。爷爷的挥棒。